早知道在这里只待了几个月时间，就要回泾阳。当初就不应该搬这么多东西来。当时心情已经很不好了，你怎么还添乱呢？没关系，范仲淹前后三光，仍不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我不过是一时被贬，哪就会影响到心情？ 大人，你这次莫名被贬，到底是得罪了朝里哪位大人呢？我是判断失当，授人以柄，此次被贬不算莫名，而是理所应当。至于得罪了谁，不重要，只要疑心为公，这点冷枪暗箭，在下自认还受得起。那你就别做事，或者少做点。 那我十年寒窗还有何意义？这都两个时辰了，没有人影，也没有消息，会不会跟杜明理谈的不顺利啊？就算是不顺利，这也该回来了呀。 应该不会，老爷一向沉稳，而且是见过风浪的人。你慢点，老爹回来了。少爷，老爷回来了。老爷，哎，老爷，爹，哟，老爷，赶紧，老爷，哎，赶紧把老夫人请出来。老爷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老爷，慢点。我呀，喝了点酒，你从来不喝酒的啊？是啊，今天我特别高兴。爹，你跟那个杜明理谈的怎么样了？雪儿，雪儿，你爹，我以前挣很多钱，苦，我吃了不少。慢点，慢点。气。 我也受了不少，但是从今以后，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，都不存在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老夫人到。来来来来来，老爷，慢点，娘，娘，哎，娘，什么事儿啊？娘。 你来，哟，这么急着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来来，你坐下，坐。喝酒了。哎呀，喝了一点点酒。我记得上次是你娶亲的那天晚上喝的酒。娘，今天比娶亲那天晚上还要高兴。你爹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都站好。哎，来。 娘，儿子，拜见二品诰命夫人沈灵氏。萱儿，萱儿，对，你站好，我告诉你。 从今天起，你也是五品的官衔，你对着关老爷不用下跪，不用磕头，啊，知道吧？你们说，今天我们是不是该高兴一下？啊？你们都知道这一切是谁给我们的？ 都是贝勒爷赏赐给我们的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沈家要好好的为贝勒爷当差，不能辜负贝勒爷对我们的一片苦心，啊！难过，太难过。 放在哪儿？
莫要扰民。哟，赵大人，哎，不对啊，知府大人出门不是应该四人大轿鸣锣开道吗？何以赵大人如此轻装简从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赵大人现在已经不是知府大人了，是县太爷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虽然是小小的七品芝麻官，但就凭你刚才那番言语冒犯。 抓你回衙门打板子也是应该的了。赵大人，你恐怕还有所不知吧？我现在呢已经是五品同知加身，换做以往呢，哇，你还能跟我平起平坐。但是现如今，只怕我认真起来，你还得下马过来叫我一声大人。仆役之才买来的官衔，就算是加身。 也不过是幕后而冠，彼此彼此啊！赵大人不是也经常以大人之尊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吗？是啊，我的确大意了，打草惊蛇，让你们提前隐藏。不过，沈家药材行为了利益弄虚作假，都是你我心知肚明的事情。赵大人。 你探也探了，告也告了，查也查了，现在落得自己被贬，还要说我们弄虚作假，正去何在？沈星怡，我就算被贬，也是问心无愧，而你，我就不信你摸着良心也能如此理直气壮。这，这，这，这。那天夫人又把我说了一通，还是那些话。嗯。那你敢吗？难呀。嫂子，哎，你妹妹，我爹我娘叫我给你送点东西来。 这个是我爹给你的，一妹妹，你替我谢谢你爹。麻烦你再给你爹带个话，再过几天，我们东院就有进账了，就不用再接济我们了。嗯，嫂子，这个是我娘给你的。 这也太贵重了，都是自家圣龙泉的药材，花不了多少钱。替我谢谢你娘。嗯。这个呢，是我给你的。这个我喜欢。哎，今天怎么没做葫芦鸡啊？ 我怕做了葫芦鸡，让你想起吴聘哥哥，伤心。没事儿。那行啊，我以后就经常做给你吃。行，谢谢你，林妹妹。那嫂子，那我走了。行。 少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把那些药减一半出来。干什么呀？我们去看看老德的媳妇儿好点没。